梦想你是爱我。我们在一起三年了，我猜你也是，我记得你对我的好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你放下了你的工作去照顾我的爸爸，我记得你教我做菜，做我最爱吃的水煮鱼，我记得你把我带到世贸天阶，让我抬头看，我一抬头，满满的屏幕全是我的名字，我记得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林娜，我觉得你变了。你变得不信任我了，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。这段时间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吵了很多次，我觉得我好累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。我会改的，我会像以前一样，只要你辞职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要这样吗？你不知道我最近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一个人在家做好了饭等你回来，一句话不说你就上床睡觉，早上起来也看不到你人影，你的眼里现在只有工作，我完全从你眼睛里面看不到我，看不出来你还在乎我。陆雪，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愿意失去你。好，我辞职。就算我辞职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他刚刚说的那些话感动了你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他说的那些话感动了你？你还要跟他在一起？你到现在，你到现在还在这样认为是吗？你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觉得我会跟他会在一起？李楠，我刚刚是不是当着所有的人面？我是不是当着老师的面？我不管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管跟不跟你在一起，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了。你还要这样问我？那你为什么辞职了还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你知道我每天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吗？我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害怕跟男人说话。我去问路，我都会选择是女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超市跟售货员找到是男的，我不敢有说有笑，我怕被你看到，我怕你问我跟他什么关系，我真的很怕，你知道吗？我受不了了，我很累了呢。我们就这样吧。错了，陆雪。就这样吧，陆雪，陆雪，不要离开我，我真的不想失去。可能真的是我太不自信了，我不应该怀疑陆雪。有一句话说特好，说一个幸福的女人背后可能有很多种男人。但是一个拼命工作的女人背后只有一种男人，就是让她伤心的男人。那是不是你就是那个背后让她伤心的男人呢？好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去用你的态度把她追回来。好，我相信一定是有戏的。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一次事情。